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ig， 然后我现在人在巴厘岛，不知道是台湾气候的关系，还是免疫力失调，然后我的背上全部长满痘痘，那时候算下来大概有30颗左右吧，大大小小的。其实那时候我非常困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清理它，就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呢背也很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。然后我在来巴厘岛之前呢，其实我就用了这一瓶水杨酸抗痘喷雾，一个月左右吧，我现在背上的痘痘几乎都消失不见了，现在的背就是完全是一个美背。这一瓶呢是有药证核准的身体专用的水杨酸喷雾，它的分子是非常非常的细，可以马上吸收。然后它是可以居家用的焕肤果酸，它是在法定的标准2%以内。因为你要自己喷嘛，就是背上有痘痘也不好意思给人家喷，所以它正着喷、倒着喷都可以用。长，或很多人会长在屁屁上面，那你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喷。那它可以用在呢你的皮肤的角质硬化啊，然后像红痘冰啊、身体干燥啊、身体上有的症状都可以使用这一瓶。你知道在外面做一次果酸焕肤要多少钱呢？最便宜应该也要个2000块。那你有了这一瓶，你可以每天在家里自己做果酸焕肤，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好，让你的痘痘从此消失在你的身上。所以这样去喷它。就全身都可以喷，在身上完全不会有任何黏腻啊、油腻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皮肤比较干燥的人呢，建议你用完之后呢，还是可以使用身体乳液再这样身体再抹一下。哇，我现在的背就完全没有痘痘了，30-40颗痘痘在背上，其实我觉得脱掉衣服会不管是男生女生看到都觉得有点脏的感觉。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一瓶，如果你有痘痘的话，你就是可以每天晚上都喷，600块你可以在家喷到饱，每天晚上都喷。